那是不能怪咱们越来越懒了。你看他给咱们现在出的东西多省事，紫薯、蜜薯都是给咱们做好的现成的啊。配料表就是无添加的，紫薯的就只有紫薯，蜜薯的就只有蜜薯，它是一个零脂肪、零添加的，都是这种冰烤的，打开袋就能直接吃，而且都是给咱们去皮了，就是这个薯原有的那个香味儿。就一个字儿，方便还省事儿。咱们可以拍混合的，也可以拍单独的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就行。这个蜜薯会更甜一点，紫薯的话相对甜度比较低一点。哇，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啊、哦、这种的比较方便保存，保存的时间长，咱们平时携带也比较方便。你看都给做成这种小密封包装的，这种蜜薯更软糯，这咱们直接吃或把它冻到冰箱里边也特别好吃。这黄的特别甜，姐妹们，你们不想要特别甜的拍紫薯，喜欢甜的就拍这个黄的啊，这是蜜薯的那股味儿。这一斤差不多有10包、11包左右吧，它这种很软的，不是那种特别干的，是那种很湿润的。零脂肪零添加，这个配料表只有紫薯，这个配料表就只有蜜薯，它这个都是6熬的蜜薯，品质特别好，而且嘎嘎甜，姐妹们，咱平时没有时间做饭的呀，上班的时候你就带上这么一两块，打开袋就能直接吃，多省事儿，你说。哇，都给切好，这小块块啊，量还不是特别大，咱们说能吃的咱们多吃两包，不能吃的有个一包两包的就够了，是不是？真的太省事了。这里面这个薯品种特别好，一点丝儿都没有啊。嘎嘎甜的。